就好了。放门口好了。要放到外面，要放到外面哦，不然会被偷走。我没有中奖吗？哎、欸，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喂，阿比在你们那吗？好。没事没事，他来，他手手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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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笑死笑死！不要理他，不要理他，那个出去就好，出去就好，出去就好。为什么我被打了、啊？不好意思、欸，我手是空的、欸。太靠近也不行的样子啊。哦。嗯。啊，我视线模糊了。我也是。可是他是不是生气了？他追你们呢、欸，还咬你、欸。哎、出去出去，有问题就出去，暴走哎、欸，他暴走哎、欸，好凶哦、喔。不要开门！不要开门！不要开门！关门了，可以过来。可以从这边偷偷加入我正确的队伍。好，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啊。那我们直走，直走。这里好。这里，这里，这里来过了吗？直走还没走，哎、欸，哦，这里没路啊，那下去，下去。可他们刚好像就从下面呢、欸。这里吗？猫耳。怎么都看不到哎、欸？对啊。嗯四处找到，这里还有蟑螂哎、欸！那你小心哦、喔。哎，我看到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们走这吧，走这吧。这里感觉没有走过。哇，死路哎、欸！这里都没东西是不是？还是对啊，还是上去。刚刚上面我们好像还有一些路没走掉。哎、欸，不是这里，他们有人回去了、哦。其实我们钱好像已经够。哎、欸，那里不能，那里不能。我知道，那个机关枪在那里。对啊。可怕。我们这里的左边。哎、欸，这里对对啊，这里刚刚也都走光了。没有没有啊，我没有往下走啊。有吧？有吗？有啦。有吗？有吗？刚刚我们好像是从。旁边那个红色。对啊，妈妈这里就看完了。那好像没了哎、欸。没了，好吧。那只剩机关枪那边我们进不去啊，那个卡锁门。嗯，那没办法，回家吧，回家吧。吧回家，阿比。钱够了。OK 啦 ，OK 啦。OK 的。阿比，走这个桥、嗯，走这个桥，来，手牵手，手牵手。我走右边。来，一起走。好可怕啊、哦！不然的话会那个。有一种。有怪物哦，很可怕哦。但有一种等一下会掉下去的感觉，我怕。为什么不会掉？两个人不会掉，我们太轻了，阿碧，我们太轻了。就快掉下去的那种吗？没有，跟你讲，那边太重会掉下去，但我们两个太轻了，我们都没东西。OK。笑死。哎、欸、哎、欸，我们说不定可以找一下有没有蜂巢哎、欸。我觉得可以哎、欸。反正时间还那么早。可是我只剩一滴哦。那就是你去引蜜蜂啊。我要掰啊但看这么多都没有应该就没有了他们不晓得回来了没我去看一下好像没有那个蜜蜂回来了回来了、啊、你们回来了、嗯、你们是不是有装怪物会学人讲话的那个模组、啊、没有啊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看、哦我听，就是假设说你遇到了一只，没关系，我们先走吧。哎、欸，那个凑齐人数，凑齐人数。哎、欸，爸爸呢？好一个啊！爸爸呢？那边那边那边来了。爸爸，我逛了一圈了，没有蜂巢。啊、我们差点跟你说拜拜了。真假？不要啦！爸爸，等我。爸爸。我们全员到齐吗？全员到齐啊！全员到齐啊！六个人呢、啊？我好像可以去卖了、欸，活着、啊。还有一天呢、啊，可以再逛啊。嗯，也是好，可以啦。要不交换组员？我还没数哎、欸。我觉得孩子们该长大了。我都是逛大街的那个。你要待在家里是不是 ？Yuiko， 手电筒。我跟诺英和
我跟诺伊两个人，你们四个人走，好不好？让你们人多。我都是让你们人多。我都是不拿东西的。诺伊要拿，诺伊拿，我跟你走。哦、我拿是不是？我不拿手电筒、啊。地上 ，Eureka。等一下啦，好啦，你们拿吧。阿比交给你们咯，带一个训练手册过去。嗯，然后等一下，一开始我又跟错了。阿比最爱跟我们走，我不知道怎么后面都会跟一个阿比。阿比，这个那个小草帽跟他走。哎、欸，奇怪，我的名字也很明显。阿比是怎样？你是怎样？我会带给你阴影吗？我什么时候带给你阴影过了？然后光看你现在的眼睛就觉得非常的可怕。哦，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阿比的声音好成熟？为什么？是我们太久没聊天了吗？阿比一直都很成熟啊，毕竟他是十年 YouTuber、他说因为什么？因为感冒吧。哦，你今天好像大姐姐哦。还大姐姐，所以平常是他是阿比姐姐啊，我都要尊称他一声姐了。对对，今天真的好像快跑啊，又飞快跑啊！诺伊，我们要不要走不同路？跟他们走不同路，跟你。好啊。我远离他们。瑞比特、啊，不是瑞比特啊。谁说瑞比特？瑞比特是别人，他是兔子阿比，不是瑞比特。太多只了啦。尤瑞克。兔子阿比，他不是同一个人。不一样的人。尤瑞克，跟他道歉。哦对哦，你不是瑞比特哦。他叫做兔子阿比。我 DC 都有打得清清楚楚，DC 的人物也不同。花产下跪 ，Eureka。对不起。阿比，这锅这个我一定听你到底，都讲得很清楚，全场就只有他不懂。然后他是你的小队长，你这样尽量骂他。诺伊，我们去别条路，不要理他了。太夸张了。我还想说他跟阿比是玩过，因为有可能他们有认识共同的朋友。笑死！哎、欸，诺伊，帮我忍得下来。后来，诺伊，好，我们先继续讲。诺伊，你知道太多了啊！哦，对，不要讲 不要讲啊！我们有装那个会讲话的模组，会录人家声音的。就多两个特别的、啊，然后这个大的我先拿出去，啊，我们有装会录制人的声音的模组啊，好玩好玩，嘿嘿。哦，这里有个大的。哎，所以你们在附近哦？他们在附近。爸爸。哎 ，key， 哎呦，哎，我们真是没什么路啦。有路哈，有吗？哎呦，这里。哇！吓人哦哦。都没东西耶，好穷哦，这栋房子。有啦。哎，我们有 key。不是那个诺伊，你开门的方式有点特别。原来诺英平常叫自己家管家都是这样叫的 ，OK。哎，电池吗？拿，还是先在我们这边附近再逛一下吧。刚刚左边还可以走，哎，等一下再来拿。要拿。哎，阿巧，嘿，再跟你介绍一下这个灯。这不就是关灯吗？对，这我现在跟你讲哦。嗯。这个关灯会有怪物会出现。哦，我跟你们说，我们听到车力的声音了。是哦。对，因为它咚咚咚。差点的，好差。等一下，有人发电池了。怎么跑出去了？天哪！阿爸。哎，诺伊呢？这边好，走跟他们走快点，跟你走，诺伊，快点，是走这里吗？不是啊，走错了，你们走错了，是吗？那请问阿比呢？哎呦，在啊，好，因为
其实身为一个路痴，不管走哪里我都不记得。怎么有人已经回去了？只能跟着路走。诺伊，我们好像走到不同路了。不同吗？对，但没关系，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就好了。怎么走？怎么走？救命啊！手电筒，有手电筒的优先。对。好，这里，这里，这里，跟我走，跟我走，回头，回头，这里，这里，这里，录音这，出口，出口。啊！哈哈哈哈！一二三四五六，安全嘛。车里好对付吗？可是我没有任何的，我没有任何的电池。车里谁呀？里面慢慢扣血哦。车力好对付啊，简单打 啊！我们空手要怎么打、啊？大家超级留言也很好留言啊，对不对？点几下就有啦。没要死啊！对不对？你说用超级留言来告诉我们怎么打是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空手要怎么打？还拿到一个雷射，射你的眼睛。我在帮你嘴他们。感觉小屁孩拿雷射撞到伤害，拿个电池。哎，然后等一下回家咯。安全啦！哎、欸，对我们后面有东西忘了拿，算了，没事啊。启动飞船、啊。安全，安全。阿比有没有电池？到底值多少钱 ？Toki Toki。是问号哎。嗯。有没有觉得刺激好玩？反正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可能路痴不太适合。没有，就是慢慢走，慢慢走。我没事。而且好像因为是第一个目标，所以怪就比较少。这个、关等一下就可以多一点。谁都不会记得路。队友好会赚钱哦。我们好强啊！谢谢队友，好会赚钱。这就是人多力量大吗？没错啊，所以我就想说人多。我们好像要去公司嘞、欸。我们要去公司。对，我有打了。对啊。前往公司，阿比，我再确认一次。我等下教你。好，人多力量大哎。公司自动环绕这颗星球 ，OK。公司，阿乔不见了。我在啊，阿比阿比跟着那个录音走。阿乔，我们现在就是卖东西。我要拿着什么东西吗？对，拿过去找他。嗯，我们卖够我130块就好了吧？不要卖太多。对啊。差不多卖200也还行呢、啊。阿比，阿比放东西。让阿比，诺英，诺英叫阿比。对对对，你要把它丢上去。有。然后，等一下，阿比，阿比这边，等一下哦、喔。爸爸也是第一次玩吗？爸爸没有，爸爸没有。不是。等大家放阿比，然后这个可以按那个铃铛，然后它就会收。按到。你要叮叮叮，多按几下，就会倒下。不是，兔子阿比，你要听我们把话讲完啊！这人好扯。没有，是诺英说要教的。诺英说要教的，阿比都是诺英。我还没让他们出手的这一块。他一开始就说阿比来跟我走，他其实就想要。他其实就想要阿比，我对你最好的，我是要教你说不能按多下，但你太快了。我刚刚按下了，爸爸来啊！太快了，太快了，好扯哦。阿比，这就是人性啊，阿比。那我们去卖。我来看看，哎、欸，那、啊、怎么都没有折扣？下一位，没有打折哎、欸。了啦，我们现在卖多少了？不要卖了，回来。220。两百 ，OK 了 ，OK 了。哎、欸，不是啊，你那个店还在上面呢、欸。没有，我们这个店子好像要卖，就刚放的。他只能卖了，他只能卖了。拿不出来了是不是，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就卖吧。下一位，爸爸，很皮哦，很皮哦，换爸爸了，换爸爸了，没事啦，没事，他没生气，老板没生气啊。哎、欸，报告，他这个今天没有打折哎、欸，他怎么拍手啊？哦，80块，你看多棒！80块，这个东西一个80，超多。电灯80的，对吧？我们要不要？诺伊想买什么？反正很贵吧，大家去后面排。对，很贵。看你们要不要全卖掉。